白墙上一支铅笔画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四季过老梧桐发芽，沙堆里有宝藏和他，长板凳搭起一个家。日总慢得不像话，叶落满池塘半新家，二十寸彩电皮沙发，五点半大风车童话，晚饭后那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诸事顺利。正月十五，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，我与您相约流金岁月。想和我一起共度团圆夜吗？正月十五，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等你哦。正月十五，记得吃汤圆哦。当然也要记得看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。正月十五晚7:30，2019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。